几年汪东城一直忙于演戏，很多人估计都忘了大东可是唱跳偶像出身呢。作为影响一个时代的偶像组合之一，叶舞水平一直相当能打，不仅能唱能跳还会演戏。那个时期的组合还不涉及什么 C 位、舞蹈担当、歌手担当什么的。小编回顾了下当年大东在组合时期的视频，发现大东应该算是组合的舞蹈担当，而且大东独立 popping， 只要音乐响起就根本停不下来，是人体节奏器无疑的。比如这段 praise ball， 当听到有人 beatbox 的时候，顿时按耐不住自己舞蹈的热情，大秀一段即兴舞蹈，全场氛围瞬间被点燃。跳到兴奋的时候，大东还表演一段单手撑的，最后的收尾动作也很帅气。小编被大东这旋转圈粉，大东还是一位自带威的魅力男神，柔韧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，这幅度相当大，小编作为一名女生都自愧不如，一般人可真的做不来。咬嘴唇、飞吻这些小动作也是够聊了。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是很多舞者都会模仿的，大东也不例外，在早期的综艺里他就有表演过，太空漫步也根本不在话下，大东会的还真不少，厉害厉害。但是由于拍戏膝盖受伤的大东已经4-5年没有再跳舞，最近小编竟然发现大东加盟了舞蹈竞技综艺新武林大会，在本周的这期节目舞蹈东就要上线了。从预告中小编惊喜发现大东将要挑战双截棍，不少网友表示很期待。其实这不是大东第一次表演双截棍，之前在某综艺节目中也小秀过一段，男性十足，随手并用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。是不是很多小伙伴跟小编一样没看够大东的双截棍，这次在新武林大会中你们就会看到了。再来张动图感受下，想看到更多大东的舞蹈表现，一定要锁定每周日的新武林大会。我们全能偶像男神终于要回归了，认真的样子让人怦然心动。小编先帮大东拉拉票，期待下大东将要炸裂全场。